Hey, the junction, yo, 我是阿森 Clicky, 欢迎来到 Your Studio, 哈哈。我们今天继续，我们今天继续玩这款游戏叫做轻轨，没错，我们上次玩了十分钟，然后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。哦，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，大家说就是这个手帕，就是如果沾了洗涤剂之后，可以去把就是钢琴上面的血迹擦干净。对，那何不呢？我们就把。它擦干净，用手帕擦了键盘。941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下楼梯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开始不到30秒就GG了。才刚存档过。好，你们刚刚说这是什么来的？存档物品，手帕，941，好，快跑，快跑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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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这边是死路，糟了，不不，不要关我厕所。名副其实的关厕所。等一下，我该想一下我们要怎么走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走到三楼之后再。老实说，第一声很吓到我，讨厌。什么？941，可以跑。他好烦哦，每次弄完一点东西就跑出来，然后之后再从那边跳下去，哈哈。然后再就这样一直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是从那边出现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这家伙跑好快。他不追我了，好，那 OK， 我们继续。等一下，存个档。刚刚941是这个柜子的，是这个柜子的那个吗？密码941，还是941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所以这941到底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那继续四处探险一下。我说三楼的最上面那间房间，我好像还没有去过的样子。对，还没有去过。哦，哦，这是谁？卓王，婶婶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怎么了？婶婶子，你也看到了吗？那个怪物，看到了。虽然不敢相信那种生物居然存在，全部的出口都被堵住了，我们被困在这间房子里，那可真是糟糕啊！我们分头行动吧，我们去一楼，我去一楼看看。不是吧？正常人不会分头行动吧？你是正常人吗？那么拜托了，等一下就他妈的一起走啊 ！OK， 下一间。这什么东西？神奇衣柜。有东西可以用吗？打火机碎片。打火机。哦，得到了门把手。哎，好有用哦。那这有什么用啊？打不开了。好，那这边有东西吗？似乎没有东西的样子。我们存个档。OK， 那接下来门把手有什么用呢？有哪间房子的门被锁上？有哪扇门是没有门把的？好像都没有哎。都图书馆去过了，接下来是好像只差这边没有去过的。被锁上我打不开，可以用这个打开吗？不行，好，他都可以把门把拆下来，为什么不能打开那东西？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全给他。OK， 我们继续走。噔噔噔噔噔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啦，都探索过的样子。对哦，我是不是感觉轻轨是不是越走越快了？刚刚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，我们继续走。现在该往哪里走啊？他说去一楼，所以，好，没关系，到处走看，可以到外面去看一下吗？打不开。话说卓郎跑到哪里去了？他不是说他在一楼吗？他在上厕所吗？没有，糟了，他是不是被轻轨抓走了？
九叔不要乱跑吧，真是讨厌。OK，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，门被锁上了，打不开。现在线索只有一个941，但是941好像也不是941，跟这个密码有什么关系？941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941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哎呦，卡关了呢！这间房间去过了，然后这边是过去是一间和室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哦。这张地图过去之后，一扇门，那扇门是打不开的。很明显来说，就是可以往左边走啊。然后左边还会有楼梯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左边有楼梯？糟了糟了，对啊，应该是往这边走，然后这边是一扇门，一扇门，不对，我看到了，这边有东西，这里的壁纸有点奇怪，哦，之前都没有发现，哎，不能用这个吗？好，那可能要用打火机，没有有的打火机，螺丝起子不行，还是可以用这个割破，划破了。OK， 好，那存档。没有门把手，所以打不开，所以我们需要用门把手。哦，有了，我们找到新的路了。存档。OK， 我们到这里面看一下吧。OK， 好暗哦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画面卡住了。哎呦，我是弄到 bug 还是怎么样？就他妈的，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？等一下，很错愕哎，这是怎么样？物品栏，盘子的碎片。物品栏，打火机没有油了。物品栏，我们重新读取一下好了。返回，继续游戏。真的在这种鬼地方？我发现我的步数有在增加哎，33步，好，走到底了，然后往下走，不能往下走。然后现在是往左走，步数有增加，40步。OK， 然后往上走，45步，46步。所以它的高是6步左右。然后现在我正在往右走，52步。等一下，就他妈的，这样要我玩什么东西？OK， 可能遇到一点非常严重的 bug，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吧。嘿的招，你又回来啦！然后我刚刚发现进去之后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然后我还在里面存档做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，于是我就靠着墙壁一步一步的把它按了出来，然后结果又出来到同样的地方。没错，我再进去看一次，应该是一样还是黑的，所以我是不是要找到就是油的样子？对，没错，里面是完全是黑的地方。然后我刚刚还傻傻在里面一直走来走去，让我找不到路出来。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打开了一扇门，然后之后进去里面都是黑的，所以我现在是要找油的意思吗？是油会在哪里呢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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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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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跟过来。 OK， 好。OK， 油会在哪里？必须找到油，不然没办法在里面走路，真是很糟糕耶。怎么办？该去哪里找到油呢？
但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寻了。然后我掉下来了，941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。OK， 那我觉得我这一次 episode 就先 end 到这里好了，因为这边还有一扇门打不开。然后看这张地图来说，后面应该有一扇门，应该是在正后面，所以好，还是这样好了，我们再摸黑一次。不过这一次我会在外面存档，以免我走不出来。我们再摸黑一次，然后再就是直直往前走。应该已经走到底了，然后我现在过不去，所以往右走一步，再往上，不行，往右走一步，再往上，不行，往右走一步，再往上，不行。OK， 我们现在走到最右边，然后再往左走一步，再往上，不行，不行，上面完全没有那个。OK， 我觉得这一次 episode 差不多就 end 到这里了。然后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，随时订阅我们影片频道，随时跟踪我们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